生团呢，在我们音乐圈也是公认的超级会唱、超级会写、超有音乐天赋的歌手。他的很多歌是衡量一个歌手到底是不是唱将的试金石。这位就是，让我们有请第六位竞演歌手。背叛，所以这首歌我唱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说感情这个东西，这首歌其实是我写给我爷爷的，就一直没有机会跟我爷爷 say goodbye， 然后我就写一首歌来跟你 say goodbye， 我觉得今天他可能会来听。曹格还是曹格？曹格。Bye.
签俩，好，曹格，好，曹格，好，曹格，打扮你有什么期望吗？可以更好，可以更好，一定要更好。我这一次从台北要到长沙的飞机上，我有遇到曹格，但是基于保密协定，他告诉我说他是要来参加快乐大本营，我跟他说。 我是带我爸爸要去参加《爸爸去哪里》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们相信刘总的话。